难啲啊，转多几个弯，佢又好慢脚噶嘛。第四场唔系第五场，第四班马跑呢个1650。高瞻远瞩就手写输入法高瞻远瞩啊，写几写手七八次都写唔中个瞩字，木字边做个熟字，哇！你笔画多到啊，你只马个尖同个瞩字啊，犀利啊，真系写到我飞起啊，真系。系啊，我咁讲，你走去问是但。隨機咁樣揾一個人啦，寫高瞻遠矚呢個四個字啊，好多都唔識寫。起碼我要睇住張報紙寫。好啦，呢場1650咪開懷大笑贏過，噴火龍贏過，威威高升係三隻馬贏過。入個 Q 嘅咧就，而且入得幾好嘅咧就係專一兩個 Q。兩個四個第三，三個落底，咁所以佢啲取勝率都幾好嘅，咪即係佢啲上命率都幾好嘅，同埋佢上一次係潘頓跑第二嘅呢只專一，入個第三名咧就係炎炎元帥，而家成為隔晚大熱，呢只馬都幾好嘅只馬，曾經成為大熱門，一毫子位置都冇，上張連達文啊，連達文跑第四，而家俾翻呢個莫雷拉，咁莫雷拉今晚神勇啊贏咗兩隻。高瞻遠矚好熱門咁贏咗，上仗跑得好嘅就係中城區開懷大笑噴火龍同埋專一，咁即係我次次觀察咧，先得大局我都係咁睇嘅，睇邊只馬贏過，跟住邊只馬入 Q， 跟住邊只馬入個。第三名，跟住又睇下上次成績邊只好咁樣，咁咧就將個注意力咧就收窄佢咧，咁就希望可以長期咁樣揀一隻馬去買咧，就係有一個取勝率喺度啫，唔係發達嗰只喎，即係開開心心咁過日子啊，即係咁樣又耐唔中又買中只 win 啊，耐唔中又有隻又 Q 中下咁樣，即係。輸我唔死嘅啫，賭馬賭幾十年都未輸死我，真係。嗱，一號仔咧就跑三次入 Q， 雖然佢未贏過嚇，假假地都100%入 Q 啊！呢只馬一號仔啊，呢只叫中城區啊，薛恩啊，上仗莫雷拉。2.8倍跑第二，谂下上一场只莫雷拉弃骑啊，黄宝都跑到第三啦，系咪都唔系一定莫雷拉都唔一定差噶，开怀大笑梗系啦，赢过啦，霍宏星上仗跑第一添啦，咁呢只马如果你信动态咧，就开怀大笑系你嘅选择嚟嘅，真系你睇咁你散仓啦，系咪散仓梗系只只攞晒出嚟啦，冇你搏啦，拼命啊！个班德礼啫，即系跑长途，跑只呢个黄宝都几好啊！放到出嚟咁样都系跑翻嚟都有个第三啊，初跑止程啊嘛，睇啲概率先。好散喎，啲即系唔聚焦啊！胜出率做31/3/11。位置咧就係1/10都唔同嘅，近績好就6/1，六號係咩啊？近績噴火龍，速勢能量啊點啊？5號第五場3號，速勢能量係3號，我睇下關注啲咩馬先。我关注紧只9號炎炎元帅，9號
六号、三号、六号、九号，我而家观察紧呢啲嘢，但我拣两只买嘅啫。啊，睇睇啲主持拣咩，我先睇下，参考下，参考下佢哋啲专家嘅资料。最后阶段，主持有13.91啊，睇下 Jenny 讲咩先。呢价24蚊，但可能近排即系大家马迷们啊，啲对于蔡若航马房啲马就信心又大咗嘅，即系之前有一排马房嘅立啊嘛，近排佢啲攻势咁劲，一定啦，即系嚟到呢一个阶段要调高嘅佢啲马。其实狮王就莫雷拉抛甩咗啲啦，1.08倍嘅现场见到。咁啊，翻到嚟第五场赛事，重复我哋主持推介啦。咁啊 ，Peter 拣一号嘅忠诚区，阿康拣咗9号嘅艳艳元帅，我拣咗3号嘅开怀大笑，阿佳就拣11号嘅威威高升啊，13.91。先从彩精选用9号嘅艳艳元帅做胆，开1号、3号、6号、11号同埋12号。唔系英文台。Jenny 要12号啊，12号、3号、9号。咁啊，大家有时错过 Jenny 心水啦，都可以上翻 HAJCTV App 嗰度睇嘅。时间仲有3分钟啊，马匹就陆续去紧呢个起步点。呢啲就新胜马啦。我拣9号、3号啦。咁啊，排位亦都理想啦，磅就加咗6磅。呢只就超班福星，始终都赢唔到一场啊！又系经常跑第二啊？点啊嘛？前季啦，前季扑好多呢只超班福星啊，始终都赢唔到。咁啊，都7岁啦，不经不觉。看到啲馬匹啦，都去到閘後邊啦。HGCTV App 入邊咧，即場多角度今季咧就加咗個閘前狀況嘅鏡頭噶，咁方便大家啦，透過更加多嘅角度去觀察馬匹閘前嘅情緒啦，同埋騎師動態咁嘅。咁我哋都可以睇下有冇啲馬做下熱身啊，或者啲馬大唔大汗啊，情緒啊係點樣？熱身都有好幾隻喎，咁啊見到乜誰啦。另外呢只咧鏡頭影住嘅包裝風雲。我初跑谷草喎，呢只系啦，2号啊，专一亦都做呢个热身嘅。今季佢好似冇咗上季啲前速啊，成日希望佢拗个好威嚟跑啦，点知啊次次都唔加唔快，咁啊梗系等佢700位。咁啊上次啊嗰场啊好在啊步速够快，搬进又跟得住喺中间啦，都唔太落后嘅。咁啊结果都叫做追翻个大二。入就咧见到就截步。Jenny 揀就12号咧，上仗跑第4嘅同情啊，同人啊，同情啊，跑第四嘅系9倍，今次就夹晚8倍。而家咁五，而家6倍，个档位又好啊，骑师就今晚未有表现。咁我揀9号、3号。好啦，喷火龙，跟住系乜谁，忠诚区，又轮到只乜谁扭计。我揀咗霍宏星啊，莫雷拉托霍宏星，入咗半只，咪又褪翻出嚟，继续都扰攘紧。好，卒之搞掂啦，乜谁啊！
跟住开怀大笑，中城区。即一号系莫雷拉弃骑啊，但系都系好成绩嘅呢只马。好，最后入闸包装风云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。第五场赛事四班嘅1650米，一枝独秀大热系九。最前一步，好嚟一跳出嚟嘅时候啊，前面快闸嘅马咧，见到中间位置旅游达人橙眼罩要摆前面走，外边位置中城区咧响入边开怀大笑黄衫啦，内栏位置仲系只威威高升啊，后多层嘅马响外边蓝白横间衫系包装风云啊，内栏啊专一啦，中档位置系艳艳元帅就红衫嘅，后边嘅马啦先见到捷步响尾五嘅位置红帽白衫嘅，再入边嗰四只啦，乜谁啦，出边喷火龙啦，中间绿衫尾二系希柏龙啊，暂时电流系嗰只超凡复胜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呢个对面直路头啦，前面方头嘅马系嗰只中城区，抛离咗大约个零身位到啦。第二位外边啊开怀大笑啊，内栏第三嗰只旅游达人啊，咁啊橙色眼罩嘅，再入边嘅第四位外边啊包装风云啦，入边第五位就威威高升啦，再入边嘅第六位红衫白帽，外边艳艳元帅，外边绿衫红眼罩，第七咧仲系专一啊，后边嗰五只马捷步啦，乜谁啦，尾三位置外边喷火龙啦，出边超班复星啊上咗啲，咁啊包咗落去尾嘅马咧系嗰只希柏龙嚟噶，好啦，过埋呢个600米段处啦，前面放头嘅马系嗰只中城区啊，仲有一个马位优势啊，外边就开怀大笑啦，入边就旅游达人啦，再见到第四位包装风云，入边第五威威高升，中档位置仲系艳艳元帅啊，想攞出嚟咧就专一出唔到，咁再喺外边位置仲系捷步嗰啲马，好啦，入正最后直路啦，前面走啦，咗个零身位系中城区啊，中间位置上紧嚟嘅马咧有呢只开怀大笑啊，入边有旅游达人啦，外边艳艳元帅追紧啦，再喺外边上紧嚟嘅马仲系喷火龙啊。最后100米到啦，中城区咧仲系半个马位嘅优势，外边位置艳艳元帅上紧嚟，中间仲系开怀大笑，入边捐上嚟系专一啊，接近终点艳艳元帅赢，跑第二名嘅马。哇，争少少又中 Q 啊，三号仔跑第三，系而家系913，中间只马冇咗，中间只马影唔到，系咪三号啊？哎呀，唔系喎，输俾内栏嗰只啊！哎呀，冇啊！赢个 win 啦！即开怀大笑，冇料到啦，输咗俾中城区啊！啫。咁我以为啫，咁而家就莫雷拉赢得只马，而家喺红色衫喺第一二三四五位到咁上下啦，红色衫。啲喷火龙啊，嗰啲喺尾嘅，真系啊，即系六号仔。而家中城区放出嚟，呢只马跑两次入 Q 啊嘛。佢哋三号输咗，三号影输咗，真系九号三号影输咗，91啊，而家变咗。起柏龙喺尾，好，中城区前边就开怀大笑，我仲以为呢个霍黄色有料到啦，咁喺呢度跑成咁叻啊，咁叻仔已经上嚟第二，我谂住只红色衫嘅而家第四、第五位嘅莫雷拉嘅咁样抽咗出，咁啊开怀大笑，我以为佢得啦，系咪即系吓？中城区仲有噶，个炎炎元帅上嚟咁样都好轻易赢到嘅，弹出一个马位。嗱，九号仔啊，嗱赢咗啦，我买93噶嘛。91.3
而家第五场赛事嘅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系九号嘅艳艳元帅，独赢派26个波。